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，今天我们来吃大甲鱼。昨天刚吃过的，但是今天还是长啊。这是它的边边儿，好香。我喜欢吃，想直接把壳给剥。吃甲鱼的顺序，我感觉和我现在吃的这种顺序是一样的。哇，这甲鱼好大呀！一个视频把它吃完。这甲鱼就是不仅非常入味，是非常非常入味。它这个辣是入味的辣，我很满意。抓着啃，看，跟吃瘦肉一样。小骨头特别多，非常香啊。很辣，还挺肥的，这肥肉给它弄掉，我不要肥肉，涮一下。甲鱼的肉好多。脂肪给它扯掉，哎，把它腿上的脂肪还蛮多的，特别喜欢这个地方，特别 Q 弹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肉多的地方脂肪就多。抠一口，哎呦我去，你看都是脂肪。唯一不足的就是有脂肪，要是没脂肪就好了。可能因为大的原因吧。那个头